说到新一代的宅男女神，台湾女星郭书瑶算是一个，甜腻的嗓音，姣好的身材，着实让像小编这样一众屌丝男垂涎三尺。6月27日，郭书瑶出席日本动漫《假面骑士》来台公演记者会。说到自己喜欢的男生类型，瑶瑶则表示一定要有男子汉气概，甚至要跟假面骑士一样很 man。对，而且男朋友要有这种正义时感。当然啊，当然，而且一定要像这个欧子一样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身材其实也蛮好的，对，没有偷摸啦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看就觉得他们身材真的非常好，然后当然一定要就是有一颗很善良的心，然后要很有正义感。瑶瑶的择偶条件果然梦幻，拿骑士的高标准来择偶，恐怕会让一票追求者望而却步吧。